2013年8月5日，性感喜剧《一夜惊喜》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，导演金一萌携主创团队范冰冰、李治廷、蒋劲夫、倪虹洁等主创到场。片中范冰冰饰演大龄职场女，演绎一出因意外怀孕而寻找孩子爸爸的爆笑故事。现场范冰冰与李治廷、蒋劲夫一起当奶爸奶妈，细心照料玩偶宝宝。随后范冰冰虽然带病撑场，但不改其豪爽本色。现场热吻女导演金一萌，她先让金一萌剪开衣服扣子，一把抱过来贴在导演胸口上献吻，豪迈程度不减当年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